么了？没有。谁欺负你了？不敢说。说，老子帮你出气。你老婆？你知道的啦。喏，吃点东西。一碗面就想打发我，哼，男人，宝贝长，宝贝短，宝贝被欺又不管。哇，这么大一包料，进去进去。香，不膻呢。羊杂这么多，老板你怎么想的？羊杂酱香卤肉包，暖过奶油举高高，专治不开心。刚才我打你了吗？每天加一餐，肉往身上长。怎么又饿了？有个好东西吃不吃啊？什么什么？山药脆片。要想身体健康长命，淮山药可得劲吃。山药片呐、啊，给我给我，我教你怎么吃。倒入酸奶，加入山药片。蔓越莓干，然后搅拌。满满的酸奶味，山药片脆脆的。这什么啊？能吃吗？你尝尝，很好吃的。真的可以啊。酸奶呢？他拿的。听这动人的声音，看这踏实的分量。你胆子挺大。爸爸，要不要来一口？羊杂，吃不了。来一口嘛，就一口，就一口。没膻味，再来口。你去偷点菜，今晚我们吃火锅。好主意。羊杂捞出来，制服靠脑袋，嘿嘿嘿，浓郁咩香，纯正吃草的羊。来了来了，别被发现吧，先喝碗汤。肉呢？在这里。那。妈爸给我20块钱，让我煮宵夜给他吃。对爪爪情有独钟的我按耐不住了，好想吃一碗猪脚粉。来想象一下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粉，配上一瓶巧克力维他奶，看着师弟从身边经过，散发着小鲜肉味道。嫩。你这碗粉配不上我的男主角。宝贝，你都经历了什么？麻辣超级入味，居然还啵啵脆，骨头都不想放过。爱了爱了。爸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谁呀、啊？朱九。姓什么？养得起你吗？妈，我先跟我粉丝说两句。马上2020了，我激动的心挥舞的手，没车没楼没存款，还是个单身狗。但谢谢你们，170巨开心。妈，好了，进来吧。饭拿了没有？画眼就是这个。有寓意的，粉丝是我的掌中宝，我是你的掌中宝，好吃吧？这挺下饭的，热至紧，骨头脆。妈，这晚快点跟我的粉丝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冬天你们的被子里也会有这么一个小可爱吗？你们以前生物课解剖小青蛙有没有留下过阴影？反正我有，所以我从来不敢吃牛蛙。不过被我妈连哄带骗吃了一口，彻底爱上。真希望你们也能闻到这香味。这一口满满都是肉，又香又辣的，越吃越上瘾。宅家长蘑菇，要戴口罩不接触，来点吃点消消毒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拌它，啊，正宗。哎，美中不足，螺蛳粉为什么要有粉？都是酸笋，它不香吗？妈。哟吼，洗完澡刷牙，躺在床上笑哈哈，一斤二两大烧鸡配上可乐，让你快乐无与伦比。山东人是真的会吃，这鸡可不是一般的鸡，宋朝贡品芦花鸡，真香，皮薄肉肉紧，比什么扒鸡、叫花鸡、白切鸡都强。鸡中之王可不是浪得虚名，从吉宝身上已经赢了。你，妈，你试下试下，哪里买的？好吃吧？不告诉你。过年前给我买10只回来，我送人。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，明天依旧要光芒万丈呀。不开心睡个觉就能解决？你得吃起来呀。虽然食物带来开心是暂时的，但是一直吃就可以一直开心呀。有一种开心叫吃肉，有一种力量叫知识，有一种快乐叫肥宅快乐水，这不就彻底开心了吗？今天的开心就止于此吧，明天依旧要偷偷长胖哦。你还吃？150，不能再。拿嘴给我变。9块钱。炸。297。你可拉倒吧，9块钱还想吃鲍鱼，你疯了我还是我吗？俗
气。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菜都不是菜，都是两个字，能量。你吃鲍鱼转化成能量，吃香菇也转化成能量，所以吃什么都是一样。要听懂掌声。谁又上厕所不关灯啦、啊？掌声就算了，吃我的四鲍鱼喽！浓郁的酱汁包裹，比鲍鱼更入味，好吃好吃。你吃完鲍鱼把壳丢厕所干嘛？妈，不是我是吃的鲍鱼，还不是你、啊？别人今天没事啊，我们出门喽。真以为我没人陪啊？我可是收到粉丝送给西西礼物的人，这么暖心，一定是个孤单的人儿吧？白天我睡着大觉嘎嘎乐，一到晚上就迷迷糊糊不知咋过，一笑而过闭门思过得过且过，难过失落孤单的寂寞。想弄软糯的月子少有，想弄软糯的男孩子在哪呢？我的恋爱小技巧都无处施展了呢。是你叫他送的？没有，我就指点了一下，所以他就送我回娘家了。今天和我爸出门遇到变态了，那个变态在立山皇门口拿着一堆板栗，然后说亲他一口就给一个。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、啊？老话说板栗好吃口难开，所以我要挑战30秒搏100个。立山皇现炒板栗，西味回归。过过饱满，香甜软糯，而且还能举个例子，有点冷，所以这是冰栗子。买了栗子回来背着我吃。慢点，等等，给，这什么吃法？二栗给。